本有 AKB48， 最近有另外一个女子团体出道，叫做 KBG84。因为这个团体平均年龄84岁，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女子团体。她们是来自冲绳小冰岛的一群阿嬷们，最近发表了第一支 MV。她们改编冲绳弦乐，搭配传统舞蹈，甚至前进东京办了一场玩兽演唱会。他们说出道是希望告诉大家，人就算老了也应该尽全力活动。一起来看阿嬷们的 KBG84。穿着浴衣，头绑红布条，唱歌充满朝气的阿嬷们，一边唱一边跳。他们是日本冲绳小冰岛一群由老婆婆组成、史上最年长的演唱组合团体 KBG84， 平均年龄高达84岁。由日本九州民谣歌手协力谱曲，录制合唱第一首原创歌曲《来跳舞吧，小冰岛》。阿嬷们在风景宜人的乡间海滨拍摄人生第一支 MV。もう長生きして、もう天国に近い人だよと言った時はもう、ああもう天国に行くのかなと思って、ね。まだ東京も大阪も見てないのに天国に行くとは、これはもう大変だね。歌词中唱着太平洋的鲸豚、小冰岛的自然风光。这座距离冲绳本岛400公里、人口不到600人的小岛，保有冲绳的传统样貌，长寿也是这里的特色。40名阿嬷组团的目的是希望提倡大家步入老年时还是要尽全力活动。团员中最高龄的已经97岁了，他们出专辑、办演唱会也是小冰岛的大事，岛上的居民也一起加入 MV 演出。東京に行って、東京の舞台に上がって、ああ生まれた甲斐はあったねと思っても、とっても感激しました。KBG84 6月份在东京举办了一场玩兽演唱会，但他们的梦想还没结束，预计要巡回日本，目标是参加日本红白歌唱大赛，散播他们开朗乐观的魅力。